这条路呢，通向我们公司的矿区空港，那儿啊，停着些大型货船。现在都不要出声，我们已经到虫区了。救命啊！你到底打没打中啊？吼什么呀？下巴太厚了，现在打不出来。大熊，你怎么放手了？不要啊！我还可以抢救一下，我能加2%。看你炸弹！过来，接着。这就对了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诺拉。跟着我呀，是你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那位诺拉小姐，怎么啦？你还在担心那位诺拉小姐？还是想想自己吧，跟我回去你就是自由人了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对了，大熊，你对你的身世也很感兴趣吧？我倒是听说过一些关于熊族的消息哟。这个呀，就说来话长了。具体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，大约300年前，我们人类的母星被一股未知的强大力量所摧毁，人类被迫离开母星来到火星。当时火星的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，为了生存，我们只能改变现状，那就是开发和改造火星。由于劳动力的局限性，人们又提出生物进化计划。人类利用多种生物的基因混合培育，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。最终熊人诞生了。熊人不但适应火星的各种环境，还有极强的耐力。于是，我们大量克隆熊人来充当劳动力。有了熊人，人类的生产力大大加强，火星的环境也日益改变。但人类却忽略了对熊人的重视，他们把熊人完全当成了奴隶来对待。暴虐的统治在熊人心中留下了刻骨仇恨，怒火在无声地燃烧。最终引发了熊人的反抗。
熊人已经把咱们包围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大不了就跟他们同归于尽。别冲动，现在的形势并不是。熊人一族就乘着飞船进入了太空的深处，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身在何处。做什么？快点呐！到底能不能行呢？别急，我试试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完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是人啊！差这么一点就打中了。哼，赶紧进来吧。小家伙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别担心。你怎么跑来了？不跟他们回火星了？你需要我呀。哼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还需要我来交换赏金啊。再说了，独自带着这个爱惹事的小鬼，遇到虫子了多危险，我当然得在你身边了。哼，发生什么了？不知道这车还能不能动。靠，这么多我们挡不住啊。找找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武器。呵呵，找到了。来吧，这车我在联邦的时候开过。准备这下没什么希望了。还好安妮能在睡梦中没有痛苦的离去。你是不是明知道这样才来找我？我不会再把你抛下的。在拦车塔的时候，我以为你会像那次一样
怎么会？我恨你。你知道那是我最美丽的时刻，那样的时刻，你却不在。我不想给你带来危险。我穿着婚纱到处找你。却登上飞船离我而去，当时我真的是逼不得已。骗子，正版授权手。